佢嘅精算谋略，夹晚大热门嚟嘅啫。上一场夹晚大热门识总少冇应，一二三场咧就有一个 win， 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三。精算谋略咧就好好嘅，即系精算谋略啊，四次出赛全部喺前四翻嚟嘅，包括一个 win， 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三，一个第四，即系乜位置都试过，一二三四全部试过晒，未低过第四嘅。咁啊，四号咧就系叫做象侠，上仗成绩好咧就系三四六，三四六。四号咧就叫象侠，就戴文高骑嘅，上次第三，前次第五。赢过嘅马就系一号、四号、十号、十一号、一四、十、十一。三号就入个 Q 啫，最叻。四号告东嚟，戴文高。十一号咧就系竞进天下，竞进天下好好嘅财政，四四一四三四系嘛，即系从未低过第四名嘅，同只三号一样。竞进天下边个骑啊？梁家俊骑十档千四米，好吃力噶都。你要肯放胆向前面先得，因为有段好长嘅直路啊，跑晒直路先转弯啊嘛。六次之中有四个第四啊，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三，即系场场都好努力嘅啫，应该系咁讲。一号仔叫年年丰盛艾杜拿，咁啊睇下啲主持咧，边只有风啫吓？嗰只叫古浪，唔知古浪，嗰只叫古浪，嗰只古浪非凡。啲近績好差好差嘅，應該好冷門嘅，但係又臨場又起飛，啲主持又 tip 咁啊，即係呢啲係有風嘅表現啊，真係。二號仔叫逆市奇巴，隔晚廿幾倍，而家三十幾倍，上次十四唔好，前次邊線第四，十四四呢啲嘛，有飛先信啊呢啲。但呢只新馬初出七十九倍，應該未夠積極嘅，應該精算特殊啊，叫做話精算特殊，精算特殊，即係要搞特殊，特殊多數都唔好嘅啫。而家呢個第四班贏咗就計分嘅，夠忙級，夠忙級練馬師。好啊！呢度真系六号仔入个 Q， 六号仔进行星又系好直，又好赛绩噶。二三五四四三，即系上次第二，前次第三。佢进行星何泽尧上次跑第二，何泽尧又嚟过，可惜排个十一档，好艰难啊！真系。進行星其實好好，我買佢幾次都想去贏，即係你諗下六次賽績二三五四四三，你話想唔想贏啊？梗係想啦，係咪？成日喺前邊三三四四最叻第二咁翻嚟。七號仔咧就叫做齊心勇士，幾多倍啊？三啊幾倍，加晚廿幾倍。上次九啊九倍艾杜拿跑第八，而家改咗俾希偉森排個一檔。档位就好咗，但系次次都跑得咁远啦，第八、第十一咁样，都吃力啲。嗱，呢只又系八十几倍嘅，只叫开心汉子，连续三次都系第八、第七、第十四咁样啊，巴道骑而家呢啲跑得好厚啊，应该就全部冷门。突然間不冷又多人貼，咁即係有料到。香港是咁啊，香港個馬場係咁。即係我哋呢度咧有 20% 嘅觀眾咧係喺馬來西亞嗰邊嚟嘅，應該識聽廣東話噶，識聽粵語啊，應該。
识好多话噶，马来西亚华人几种话都识噶，英文啊、广东话、福建啊都识噶，客家都识噶，识好多话噶，好叻噶。马来西亚华人啊嘛，杨紫琼咪啦，马来西亚华人咧，咩话都识讲。十号极速知识赢过呢只嘛，七十几倍，因为近绩唔好啊嘛。极速之星11.9咁，你话有乜办法咧？系咪？潘明辉嚟嘅呢个，上次又话身体不适喎，请假喎。12号二话不说，好好彩即个四五咁啊，上两次啊，第四第五，二话不说，二话不说咧系最叻入个第三名。档位第九档，骑师就是班德礼。即其实呢，即是精算谋略，赛绩好入个 Q， 上次第二档位好，是不是？即虽然夹硬大热门，其实机会最大就是三号，即睇晒所有的资料之后，跟他差不多那么好的就是进行星，即是二有二有三嘛，近期咁又先轮到啲近期第四嗰啲啊，即系竞尽天下、二话不说啊，嗰啲系嗰啲咁样。13号仔，晓赢，识赢晓赢啊！13，杨明论六档档位都几好。上次第八前至13，所以应该系冷门嚟嘅。六次赛绩最叻第四，13号。看完上次成績好呢，就是三四六，我跟3号6号，女仔要3号11号6号。Jenny 要1号6号3号，我要3号6号，他要1号，因为艾杜娜又是收到风，艾杜娜十倍，艾杜娜只马上一次38倍，现在10倍，这些入于明显比上次多飞，这些年年丰盛，但年年丰盛的那些近绩是10、13、9、7，即是你是有风，或者知道即是圈里面沙圈里面的动态，你就看到这些马了。现在就3号大热门，隔晚大热，我们只是看报纸的数字的，就真的但也有很多乐趣的，但也不用听人说那么多内幕啊，什么专业知识啊，都不用的，单单纯纯咁样，你拣只夹万大热已经有一个 win 一个 Q， 即系一个 win 一个第二一个第三啊，暂时跑咗4场啫，系咪？近绩好嘅就系3号，4号都好，有3有5，6号都好，3、4、6。上次成绩好系3、4、6，我估呢啲三只马是，但有一只系跑得好好嘅佢。這場呢是三 T 的次關，三 T 頭關也有很多朋友呢是過得到的。熱門繼續都是潘頓，今晚的熱門成績都可以的，精算謀略成為這場的大熱門，兩個開馬匹也都陸續見到他們入閘了，曉贏、二話不說、黃隱福星，再來就極速之星，淺藍色衫就象合，都為精算，精算特殊，最後入閘是開心漢子，等埋呢一匹馬
叫做柳计啊，黄忍福星嘅喜琴。好啦，搞紧入闸，仲系嗰只开心汉子啊！好啦，都搞掂，全部马不准备堕落，五场赛事四番千四大热系三，忘记巨鹰。对住呢部啊，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咁啊精算谋略都系慢啲啊，尾二啊精算特殊暂时垫后啊，前面快噶嘛，晓赢啊放啦，中间二话不说啊，中间咧咁啊仲有呢只年年丰盛啊，外边黑衫黑帽白袖嘅竞进天下，第五位系开心汉子啊，内栏六三红帽嘅齐心勇士啦，后多层啊嘛，咁啊有呢只精算谋略嘅内栏上翻啲啦，中间浅蓝衫系象侠啊，出边黄衫咧仲有黄忍福星，后边四只精算特殊逆市奇葩，尾二啊极速之星暂时垫后黄衫。是進行星嚟嘅，轉八百米彎啦，前面放阿馬就曉贏啦，咁啊跟住第二位就二話不説啦，第三位外邊啊競盡天下啦，第四位埋邊六三係呢只齊心勇士啊，中間第五咧仲係年年豐盛啊，入邊淺藍衫黃帽有精算謀略啊，中間位置就開心漢子向外邊咧仲有黃忍福星啊，兜出邊上有象俠啊，等緊入邊仲有逆市奇葩，咁啊入彎咧黃衫掟出去大外檔嗰邊咧仲有進行星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曉贏鬥緊二話不説啦。咁啊，見到呢只精算謀略啊，時型走位都衝上嚟啊！後邊嘅嘛，外邊有年年豐盛啦，大外檔進行星亦都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象俠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精算謀略就已經拋離後面嘅對手個幾十米啊！外邊追上嚟有進行星，中間年年豐盛同埋象俠啊，接近終點，精算謀略保中啦，跑第二名係進行星，第三名咁上入落啊，年年豐盛同埋象俠兩匹馬就真係好接近啊個第三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只精算謀略出閘佢一樣慢，咁但係內欄位置都不慌不忙啊，咁啊結果就掟甩贏馬，潘頓今日贏到第二 win， 跑第二名進行星，第三名入上入落，埋邊黃衫年年豐盛，出邊係象俠。出閘都慢一慢嘅三號精算謀略，不過都超級姿態贏啊，二點四倍潘頓第二名，咁啊六號啊進行星啦，何澤耀三四名好緊張啊，但係一號嗰只入到內嘅應該啊。或者一號真係有收風啊！即係嗰啲現場主持中意一號啊，三號六號係啦，三號三六一啊，贏好少啊！只一號仔贏好少，出閘唔到嘅喎，出閘唔到嘅喎佢啊，啊出閘第尾嘅話。第尾喎，佢走即刻走埋去攞條欄，咁啊前邊咧就係曉贏，楊明倫喺前邊，咁就黃衫咧就係喺睇校細啲聲現場聲先啦，咁啊潘頓著三號，而家喺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位。咁啊，即系黄色衫嘅进行星，就系喺呢度。好啦，睇住只三号点样攞位啊！就睇住呢只噶啦。咁啊，后边咧有啲黄色衫啊，呢啲嘅黄人福星啊，咁样啊。咁啊，呢只就系。進行星咧就係、是、黃色三格仔就喺呢度，啊喺呢度衝上嚟啊！好啦，睇潘頓啦，潘頓揾到個位，即係掙出嚟啊個位啊！喺前面我睇個進行星點樣衝啊，一路衝衝一路衝上嚟，即係嗌到嗱咧，係啲主持阿 Jenny 姐揀佢行頭嘅，果然有料到三號六號熱門 Q。四號就上啊！成三號、四號、六號都幾好啊！四號象俠戴文高，哇！全部澳洲幫。三號潘頓，六號何澤耀，整翻個華將喺度。三號、六號。